头顶不舒服，我看到那个南太平洋那边呢，有那个飞碟在偏心飞碟，晃来晃去，又偏心飞碟晃来晃去啊，我又看到 AR 了啊，又看到 AR 了啊，老毛病又犯了啊，老毛病又犯了啊，他现在又动那个飞碟的脑筋了啊，又动飞碟的脑筋了啊，又动飞碟脑筋了啊，他同魔鬼他同魔鬼又开始同魔鬼一起了啊，同魔鬼一起又开始拉飞碟了啊，又开始拉飞碟了啊，那个。AR 在前，AR 在前，魔鬼在后，又开始拉飞碟了，又开始拉飞碟了，又开始拉天上的飞碟了，又开始拉天上的飞碟了，又开始拉天上的飞碟了，正在这个时刻，一颗影子嘣砸过来，砸在他那个脑袋的，这个是右侧，先警告他一下，你再不离开，再不离开，还在这里边动这个。您拍的主意的话第二个、第三个，影子啊，就直接砸过来了啊，将会直接砸过来了啊，直接砸过来了啊，他还在布袋里边，还在您拍的案例里边，还在找信息啊，他还在不断的编码他的东西啊，还在不断他编码的东西啊，就把那个您拍的看到的信息编码他。他的想要干的事情里面然后接下来直到如果他不离开的话，那个隐私啊会直接小隐私啊，小隐私啊，直接会往他脑袋上砸直接会往他脑袋上砸直接会往他脑袋上砸直接往他脑袋上直接往他脑袋上砸直接往他脑袋上，上一次我们看得见的就是他照顾那个箭头啊，搞过那个编码蛇那个箭头啊和编码蛇直接把日本那个搞死了编码蛇放到我这里那后来被我发现了发现了被我发现一个，后来那先生干掉了现在他老毛病又犯了老毛病又犯了又盯着那个临牌里边的信息又开始那个要编码了又编码了注意啊，现在就是那个，他再不，他还要盯那个临牌信息的话，直接就那个影子会往他头上砸好，知道了好，再见再见。